大家好，呃，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这样的新闻，就是美国对中国三百四十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关税，在今天的零时开始正式生效。那么中国呢，同时呢自动回应，那么中国对美国的三百四十亿美元的这个进口商品呢，的征税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呢，也是在这个呃今天生效。 那么这使得呢，就是说大家担心的事情，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么呢，这个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中美之间这个有关贸易或者关税这样之争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呢，实际上呢，这个美国方面呢，首先挑起了这样一种这个贸易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今年的一月份，美国宣布。 对这个中国的光伏产品等产品，这个进行征税。那同时呢，在四月份，那个特朗普政府呢，也这个一宣称呢，就是对美国的对中国的五十亿这个进口产品呢，呃，进口商品呢进行征税。那么征税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中国呢不尊重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种担心。 就所谓的这个二零二五这样一个制造，那么在今年的六月份，那个呃，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曾经率团访问美国进行磋商。那随后呢，美国商务部长呃罗斯、这个财政部长这个呃努母钦等吧，他们呢就是说也到中国进行这个闭门商洽。那经过这个双方几个回合的来往以后呢？ 这个实际上呢，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那么很多人呢都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还是坚持他的想法，那么使得呢这个这个就是说事情呢发生在这个今天。那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呢，他先对中国的征税呢是三百四十亿美元，大概这个。 涉及到八百多个中国的这个进口商品，那主要集中在这个通讯啦、电子啦以及汽车零部件等方面。那么中国呢，回应呢也是三百四十亿美元的美国的这个进口商品，那这个和大家这个事先预期一样，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大豆等一些农产品上。那么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 美国第一批对于中国征税的计划呢是五百亿这个进口商品，那么呢另一百六十亿呢应该在这个下两周这个开始实施。那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是什么样，因为这个呃另外一百六十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的这个清单呢还没有出来。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昨天这个对于这个中美之间这种这个贸易战互征关税呢这个。 也表达了一些他的态度，就非常坚决。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另一百六十亿美元的这个征税，中方还进行反击的话呢，那么紧接着下来呢，是有两千亿美元的中国呃这个进口商品的征税。呃，两千亿美元结束后呢，可能还要单独对中国这个就三千亿美元的这个进口商品。 这个进行征税，呃，什么意思呢？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认为，如果中国态度太强硬，那么他要这个整个要发动一个对于中国进口商品这个五千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一个规模的进行征税，就等于，因为中国目前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这个呃贸易额呢为呃五千五百多亿美元，那按照特朗普的想法呢，就是中国的所有产品。 都要征税，我觉得中国方面呢还是有道义，在有道义方面这样一个优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特朗普的征税呢，他最后的目标呢是要限制中国二零二五制造计划，呃，制造这样一个这这这样一个这个发展计划吧。那么中国政府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这个呢应该是毋容置疑的。你。 就是说和你美国的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了，当然这里边就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我觉得是另一方面，就是说你不能以针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然后你采取采用贸易战这样的方式来想办法来遏制另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我想呢，这是不道义的，这第一；第二呢，也不现实，也是无法实现的。那么从中国来讲呢，因为它的这个经济体量非常大，所以呢，这个有人测算呢。 即使是五千亿对中国美呃对中国进出进口商品的征税呢，可能呢对中国实际上的这个呃就是中国也能应付过去吧，因为这一方面呢可以刺激中国的产品呢这个呃取代美国的进口产品，另外呢就是要刺激这个内需，扩大内需，因为扩大内需呢才是唯一的能够这个保障经济正常发展的一个正确的道路。 那么贸易战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发展，怎么走向？我想呢，大家是很关心的。我想无非呢是有这么几个可能：第一个呢是双方进行退让。那其实呢，双方退让呢，在前一段这个在双方磋商当中呢，就是一个双方退退让的机会。但是好像呢，特朗普不太愿意。那么所以呢，他宣布了这个实施这个，呃，就是宣布了在七月六号的零时，呃。 对于中国三百四十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的征税呢，开始实施，那这个双方退让在短时间内呢不大可能。那么再一个呢是单方面退让，单方面退让的话呢，美国能退让吗？美国好像也不不大可能。对于中国来讲呢，当然也不大可能是单方面退让。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全面贸易战。作为一个在美华人来讲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担心，担心贸易战的全面升级，因为目前看呢，这个这些商品呢，对于在消费者层面上呢，目前还这个消费者层面还感觉不到，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呢会感觉到。两国政府的首脑呢要冷静下来。其实受害的呢是这个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和世界上很多的消费者。目前呢，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 呃，中国方面呢也表一些表明了一个强烈的决心，你打我就跟。那特朗普呢也是不让步，现在看呢似乎是这个没有什么解决之道，好像是要打下去。这个作为记者来讲呢，也和一些这个华人企业家这个聊一聊啊这方面的事情。他们首先第一是担心，第二呢希望这个双方冷静和克制。那么如果是你要真正为消费者着想。 那双方还是应该坐下来谈，那么呢，他们也建议双方都要这个退让一步。我想呢，长时间的这种贸易战，那么最终呢，导致这个美国的这个消费品价格肯定要上涨，这个选民呢就会有选票来说话。呃，当然了，目前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呃，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农民。 这个虽然他们的农产品被中国这个进行课征关税，那么他们还是表示支持这个特朗普。当然了，这因为因为这个这个、这个农业呢的影响呢，对这个美国老百姓的生活的影响呢，现在我们还看不到。那一旦看到的时候呢，恐怕情况就不一样那么贸易战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要观察。另外呢，就是世界杯，这也是一个今天呃，也是一个热度。 那么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呢，两场比赛下来了，这个法国队和这个比利时队出现，那么法国队战胜乌拉圭呢，好像这个应该是这个呃属于正常。但是比利时以二比一呢淘汰巴西，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冷门。那现在呢，剩下来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俄罗斯和克罗地亚对克罗地亚，那么英格兰呢对瑞典。 那么由此可见呢，进入四强，最终进入四强的都是欧洲队，所以有人戏称呢，本届世界杯呢又是一个欧洲杯了。那么其实呢，这个世界杯打到这儿，那一个很大的悬念就是东道主俄罗斯能不能这个进占这个就是地主之谊。那么比如说进入两强，甚至夺得冠军，这个呢，呃，既是悬念。 呃，也是很有看头，一个看点。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阿根廷的梅西，这个葡萄牙的 C 罗，以及这个今天的巴西的这个内马尔，他们都黯然告别了本届世界杯。那么，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呢，应该是这个世界足坛的一个转折点。老一代的球星呢，逐渐的退去，退去。那么，新一代的这个球星呢？ 应该是，呃，产生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再继续关注呃下一次的比赛。好，谢谢。